法力已经恢复到三成了，所以之前根本就是我想多了。以前啊，可能是初到人间，水土不服而已。小姐，七皇子来了。七皇子，他来干嘛？将军呢？将军和周显出门未归，要打发他走吗？嗯，算了算了，上次还欠他一个人情没还呢，让他在后院等吧。是。七皇子，多谢上次仗义相助。夫人不必客气，子顺心甘为敬。喝一点应该没事吧？好。云帆兄能够娶到夫人这般贤内助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若是夫人不嫌弃，喝了这杯酒，今后咱们都是自己人了。最后一杯了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你是谁？我。我在哪儿？我要找将军。将军，夫人，我要去找将军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？将军，夫人，是否身体不适？将军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云帆兄。将军，将军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将军，你刚刚去哪儿了呀？殿下，内子身体不适。请恕云帆不能相陪了。周贤，送客。是。云帆兄，我。七殿下，请吧。慢点。将军，我好想睡觉。好好好，我们进去。大白天的在府里边搂搂抱抱也不嫌丢人。姑娘，怎么被这个夏菊儿给骗了？哼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